好，各位，我是王卡仔，一个台湾本土的职业摔跤选手。啊，开始了。其实有一个主题想跟大家讲，苹果以及阿美已经在就是 Action 运动一段时间了。训练本身很重要，但是补充营养以及休息也很重要。那平常你都补充什么营养？教练，在健身的这整个路上呢，其实很多比较不了解训练的人都会觉得说，好像不断的训练就可以了，其实不太一样。他的休息以及补充营养是占了很大的一部分，甚至有些时候会比你的训练本身更重要。休息要休息多久？可能要看你每个人的状况。所以我可以动一天睡一个礼拜。教练，之所以要讲营养的部分呢，今天要做一个开箱的活动。对于大家来讲，最基本的营养补充品其实就是乳清蛋白。我其实很不太习惯，可是没有太习惯到这么的好喝。不敢说。他可能比较喜欢喝其他的蛋白啦。没说什么啦。没有啦。我们今天会要做这开箱，当然不会是整一杯乳清蛋白，因为乳清蛋白对你来讲其实不是那么好喝的。对啊，喝不太习惯。对你来讲其实也没那么好喝，所以我们今天要开箱的东西是非常特殊的乳清蛋白，是从日本订过来的。好，这些呢是我从日本的Amazon订过来的非常特殊的一些乳清蛋白，而且这跟你应该有点关系，你会对这个东西有点兴趣的。大露脸哎！我这个影片会因为这样被红标吗？我这个影片应该不会因为这个被红标吧？我跟各位介绍一下哈，这边这个是 V Legend 七龙珠口味，卡梅卡梅卡的口味，就是龟派七龙珠口味。啊，有哎，它这里有写。然后呢，这个是海贼王的恶魔果实口味，北斗神拳的未来之种口味，然后再来这个是我们老朋友快打旋风口味。对对对，他觉得蛮好喝的。然后再来这个是金肉人的火场爆发力口味，这个跟我就比较有关系，因为金肉人是一个职业摔角的漫画。蛋白当然不可能由我们自己来跟大家介绍，因为我们毕竟不是专业，我们要邀请三个，好不好？又是他们，综合三怪人。Always。我们怎么办？我在哪里？你们先蹲吧。空气。还是我们现在就直接看看他们到底可以撑多久，我们直接改计划好了，我们这个蛋白直接收起来，我们蛋白收起来。那我们今天呢，其实很简单，就是我们今天要开箱这几包从日本就是邮寄过来的蛋白，因为它跟一般的口味真的差距蛮大的，要让大家喝喝看哪一个是你们觉得最好喝的味道。我先给大家喝喝看最最最最原始的蛋白是什么味道。哦，我已经闻到那个粉红色的味道，史蒂芬的味道。来，各位，这个是史蒂芬的蛋白，这是史蒂芬的蛋白。渣男的味道，自己蛋白，自己啊，这是专业的表现吗？阿美，你要先蹲吗？搞他！这个是巧克力蛋白的味道，其实有点淡。但是就是因为一般的乳清蛋白都会有一个代糖味吗？对，它这个代糖味其实蛮重的，我也是不太习惯那个味道。好，那我们今天呢，我们会把所有的乳清蛋白呢，全部都摇出来之后，然后放在前面给大家看它的那个颜色，因为它其实都跟它自己的那个标题是有点关系。比如说卡梅哈梅哈的口味的那个颜色呢，就是因为超级赛亚人它是金黄色的头发，所以它是黄色的。那像恶魔果实可能是紫色，我们等一下全部摇一轮哈。这个画面怪怪的。我们其实有五个口味，对不对？对啊。我们现在目前有四个大人在这边咬，对不对？好，大一个，好一个，对不对？不行啊！我觉得我咬很猥亵。我觉得你不要把我黄标，谢谢。没有，我都没有猥亵的意思。很浓稠哎。恶魔果实。这是北斗神拳哦。这怎么也偏黄？这个是绿，它是玄米茶。好，大家都记得我们刚刚倒下来是什么口味吗？对不对？你们来听。然后我们从最左边这个蓝色的呢，是波动拳口味。好，我跟出去的都是蓝色的，所以是蓝色的。对，然后接下来这个是金肉人的火场爆发力口味。然后接下来这个呢，就是卡梅哈，就是那个超七龙珠的那个超级赛亚人。对。然后接下来这个呢，是那个北斗神拳的未来之种口味。最后一个是鲁夫，就是海贼王的恶魔果实口味。好，来，那我们就从阿梅喝一口，这是波动拳口味，就是你最喜欢的那个。你喝，我以前最喜欢波动，它有一种维他命 C 维他物质。哦，对，我们等一下会请教练开始跟大家解释一下，就这个里面加了哪些东西。
这基本上是我第一款买 Be Legend 的第一个蛋白，跟日本的职业摔角观众呢来到现场会不断的送礼物给我们职业摔角选手。那这个其实就是那个职业摔角观众来送我的其中一包，就是这个快打正宫口味的福星蛋白。那我喝完之后就觉得，这一点蛋白味都没有，而且它其实我拿来这边给 Steven 跟他讨论一下，它里面的蛋白质含量啊，还有维他命的含量那些东西都很棒。对于这种联名产品，大家的第一个印象都是它可能内容物其实不怎么样，但是其实没有。下一杯呢，就是我们的火场爆发力口味。你怎么了？你怎么了？你怎么了吗？没有味道。感觉如何？好酸啊！这是那个冒热饮的味道。可是我觉得喝起来跟闻起来不太一样。哦，是，对不对？很酸，很酸哎。什么味道？葡萄柚。哦，有一点像。有。而且我知道为什么他们会觉得像福茂热饮了，因为福茂热饮就是要加葡萄柚啊。就很奇怪哦。我觉得 Kevin 今天蛋白质。你看他突然变超胖。来，我们的第三个呢，是我们的七龙珠口味。多点，哇，每个脸都是这样。这个很运动饮料哎。运动饮料什么意思？就想运动了吗？所以你想运动了吗？不是啊，红叉叉牛啊的那个味道。我觉得有点太稀了，可能是我们水加太多了。它是有点维他命 B 的那种感觉，维他命 B 啦。这有点让我觉得我现在是在那个 Wild Force 玩。对。它有一个维他命，就有点像维叉力的那个味道。对，我现在有一种提升的感觉。对啊，太好了！哎，这边一直有一个人一直要做这两个运动，我先跟各位讲一下哈，就是我们基本上呢是刚刚是运动完才继续拍这支影片的，所以你会看到刚刚这两个人基本上是没什么力，就是因为刚刚的这个状况。其实我没有很废，我只是身体挺丰而已，但我就是很废。下一个口味呢是未来之种，其实我们刚刚在倒的时候，其他闻起来在倒的过程中没有觉得这么香，但是这个在倒的时候过程，每个人都说很香，超香，对，马上抢喝。对，就是玄米味很贵，就是玄米茶，它是茶。我喜欢这个，这蛮好喝的。这蛮对呀，这蛮好喝的。我觉得玄米，这喝起来像燕麦，像麦片，像麦片，像麦片，咖啡泡在一起。对呀，我可以泡咖啡。这个喝起来像粉，真的像麦片，真的好喝，真的好喝。那你们可以喝多一点。我觉得你们讲星巴克现在牛奶可以换燕麦。我这边没有在发的燕麦，星巴克的要记得付我钱。这有没有很好喝？我觉得真好喝。这是谁买的？这是我从日本的Amazon订过来的，这是我的。这是你的，我也要。包括这个不错，这是玄米茶。最后的压轴就是我们的恶魔果实，紫色，完全紫色。我感觉是我有同类。刚刚一下去就很重的霉味，霉味。讲错味，讲错。大家就有一种很重的宅味。你好，这你居然还喝一口？你居然喝两口？喝一口。我觉得还是玄米比较面肉的。维他命的感觉，它就是水果，它是水果。哎，这喝起来比较淡，这可以当日常饮料来喝。不要，对啊，干嘛太多？蛮好喝的，我明就差很多。很好喝，它葡萄汁的，我觉得好像蓝莓。我现在五杯都喝完了，我们就要来看看，就是每一个人觉得第一名的是谁。来，阿梅，你觉得第一个是谁？玄米。阿伯，我也选玄米。玄米，那 Steven。梅子，他在一名。Kevin， 恶魔果实也是梅，然后苹果。我个人喜欢波动泉，就是我目前喝了五杯了，我还是觉得波动泉是最好入。其实波动泉口味喝起来很像乳酸饮料，所以我觉得蛮棒的。所以就是这五杯呢，就是我们今天要开箱的一个东西。好，接下来是专业的时间了，这个部分就要麻烦就是我们健身教练，不要看这三位这个样子。一般来讲啊，大部分的人都会觉得说，乳清蛋白这个东西是不是其实只有练健身的人才可以喝，不然一般人喝好像会变胖。可不可以请你们给观众一些建议？这个是东西平常可以吃的吗？阿伯，是可以的啊。其实这种东西不是说一定要健身或者怎么样来做补充。那日常生活中其实很多人蛋白质其实都不足，那有时候其实可以依靠这种东西来做一个。补充也不错。那这个东西是你如果平常没有运动的话，吃这个东西就会很容易胖吗？这是一般观众的迷思。不会，胖的话跟一天总热量有关系。如果说你总热量过高的状态下，就会发胖。那蛋白质的热量其实高。很多人会讲说，这个蛋白的东西它是那个化学加工物，那所以一般人没有运动的人吃的时候，对肾脏是一个负荷，是这样吗？其实本身如果肾脏没有太大的问题啊，喝这种东西都不太会有太大影响。除非你肾脏本来不好，那可能就要请我们医师的建议。一般人其实也是可以喝蛋白的，甚至如果它是好入口的话，你把它当作是一般的平常普通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甚至它可能会比一般的饮料来得更营养。对，
对，那没有问题，那我可以泡牛奶喝。可以，就这样这样说。那这样会变胖吗？如果他今天喝一杯，当然不会。但他如果一天喝十杯，那就会喽。要中标了，那就会喽。早餐喝这个，那可以泡燕麦，可以泡八嘎，可以泡八嘎。其实一定要有个观念啦，就是你今天吃东西会胖的原因，都是你超过你的基带或者是你的一些基本热量。我在这边想要跟大家讲一件事情，就是不要太执着于体重，脂肪比肌肉轻非常非常多，所以基本上你体重重的人，有可能是你的肌肉量很发达，这是。真的很难胖那么胖。这是我们今天影片，这是我们的基本开箱，是 Billagen 的乳清蛋白系列。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Amazon找找看。OK，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的话，记得按赞、订阅、分享，不要忘记按旁边的小铃铛，还有不要忘记订阅贝利梅、苹果妹、阿晨。OK， 好，感谢各位今天的收看，我们下次见，拜拜。我觉得我今天喝的这个东西，我好像可以靠近，你知道吗？要靠什么？哈都可以，哈都可以吗？对，然后我在这举火，那我知道，懂了。对，你这变长，变长过啦。你是什么？那你什么东西？没懂的。我们今天喝了一个很帅的蛋白。对，我体温低，全身都麻。紧张而已。那不如就直接摔摔，我们就直接摔摔，我们就直接摔摔，我们。